当中国女婿见韩国老丈也。우리아빠중국왔어。嗯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爸不是在韩国吗？진짜중국왔어출장。진짜？真的？紧张吗？안떨리지。爸，把你请家里晚上过。不是，韩国老丈人来了，想请俺吃饭呢。哦，好，那好，那麻烦你转。小李，爸爸给了我2000块钱，让我给你爸买好吃的。哇，紧张啊！哇，爸爸是谁？紧张怎么办？아빠랑무슨얘기할까？我爸爸给你红包，嗯，给多少？嗯，5000多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到了，给。我今天表现怎么样？很好。那是我见老丈人，我老有经验了。啊？我老婆？卡在。真的吗？走了。谁？走了。